不是我的梦想，是我们的梦想。我们要共同努力。好，陆总，那我就以水代酒，敬你一杯。好啊，来。赶紧吃吧。好。应该没有以前好吃了。大概是品种不一样了吧。不是，后来我有钱了，买过很多次道格拉斯鞋，但是口味都没有那次的好吃。嗯，时过境迁嘛，可能是人不一样了，口味自然就不一样了。这跟翡翠白玉汤是一个道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赶紧吃吧。夫人，您这是？算我敬你的。坐。小吴啊，你也知道，经过打打杀杀这么多年，谭家就剩下阿松、小四，还有清风，他们三个后代了。在他们当中呢，阿松算是个翘子，但是他经验不足。我希望以后在各方面你多帮帮他。富春会就快到了，这可是接下来的头等大事。我明白。我这个人呢，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都会把最坏的结果想到。这么多年，我们谭家不少人死在车厘子和干天雷手里，这个仇我必须亲自去报。谭家我就交给你了。陆总心情怎么样？陆总，虽然这次实验咱们失败了，但我们还是有所收获的。我们记录了更为详细的数值，等到下次。下次？我问你，你接手几天了？49天。49天。那就是说，你只剩7天了。最后的7天，我只要结果，不要过程。陆总，甘小暖来了。让他进来。陆总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咱们赣都药物依赖治疗研究所的安副所长。这个呢，应该算是我的徒弟吧，甘小暖。哦，你就是甘小暖。哎呀，真是名师出高徒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甘组长，你好。陆总，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。你说。我想见我一下研究所的实验室。你要做实验吗？对，是这样的，昨天整理了我妈妈的一些论文资料，发现她有篇专题就是研究戒断药安全性阈值的问题，我想顺着她的思路研究一下，说不定对咱们的实验还有帮助呢。你有这份心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既然你提出来了，我当然要支持你。安副所长，啊，交给我来办。啊，小暖，你来之前呢，提前给我来个电话。好，我来安排。啊，谢谢安所，谢谢陆总，那我先走了。去吧。陆总，在戒断药安全性阈值的研究领域，
李瑟苏一直是这方面的国际顶级专家，他给我们公司留下了这个宝库，可惜并没有留下钥匙。你不会指望这个小女孩来打开这个宝库吧？我当然要失望了，因为她是李瑟苏的人。哦，是吗？那太好了，我交给你们了。啊，您说。 家伙，哎，来了，那个，我能给你的资料就这么多了，啊，哎，坐下来吃点东西吧，哦，不了，我还上班呢，拜拜。小暖，你看看，这里行吗？ 要是不行的话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其实就是做几个简单的反应实验，然后根据实验结果反测一下理论数据而已。那，真是不会是陆总的得意门生啊，年轻有为啊！啊，这张卡你拿着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谢谢安所，那个你放心，实验室的规矩我是懂的，我不会把你的地盘弄乱的。行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啊。谢谢安所。 三号实验室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实验项目，把三号实验室的监控全部打开。好，阿苏，哎，好久不见啊！每次见到您，总是会打来问，这次也不例外了。我们进去说吧。 林松，嗯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吴叔，您喝茶。哎，哎，这茶具还是我送你那套吧。对啊，这是吴叔您送我的唯一一样东西，我当然得留着了。还有一样，林松，这信物。 早晚都是你的，早送晚送，没区别。区别太大了。现在这个信物上沾满了谭家的血，烫手。所以，你更要把它拿起来。您为什么不把它交给我那个好弟弟呢？他不如你，他拿不起来。原来大家都知道啊。 我说，要不这样，您把它接上，宁松啊，别和我开玩笑，我又不姓谭，我怎么了？我也不姓谭啊。自从我13岁改姓陆那天起，我对着我母亲的遗像就发过誓，从此以后我跟谭家毫无瓜葛。小松。 不管你姓不姓谭，你身体里都流着谭家的血。老夫人也说过，谭家现在这个样子，只有你才能把谭家撑起来。在你身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这次来是代表我自己，也代表谭家上上下下。
希望你能把这个信接下去。行吧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，但是您可能不知道，富春会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，在它上面还有更高的层次。C4 计划成功了，会让谭家接触到那个层次，也会实现我的理想。现在这个计划就差一位药引子了。药引子找到了？找到了，但是需要时间慢慢引导。